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午安下午好，欢迎收看《股市封神榜》，我是许峰露。今天直播间好可惜啊，要攻到极限没力又往下走啊，主要还是在于说，大家看到美国股市大涨，那鲍尔的谈话也如预期嘛，大概要降息，那大概也是一码哦、喔，那市场大概有共识，所以上周五的美股是应该大涨，台股期货的夜盘也是大涨哦，然后你看到台積 A 台积电 ADI 大涨。 你当然讲今天要往上攻啦，但是其实，在周末时间又传出来日本又说它有可能要升息。大家只要想到日本升息，就要去留意到上一次台股大跌一千八百点那一天，就是因为日元它要升息，然后会造成 carry trade 的资产回补。哦，它要赶快卖掉它的一个股票嘛，carry trade 的这个交易，它马上要要马上把它资产卖掉，然后赶快换成什么？换成日币去还钱。哦，不然的话。 现在市场上看到美国要降息，那美元一定弱嘛？那日日元要升息，那日元一定强嘛？那你过去借日元去全球买的东西，现在你要赶快先怎么样？先卖掉之后换成美元，美元，然后再从美元赶快换回日币，那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去杠杆的一个动作。所以今天台北股市也是因为这样影响。那你再看日本，其实今天日本也跌了大概一个 percent。不过我认为日本在美国大选之前啊，应该不会再升息。十月。 有市场说十月要升息啦，市场在担心这个，但我认为以今天的日股来看，并没有这么严，没有没有这么严重哈、喔。那再加上说，其实以色列跟伊朗这边说要开战，开战，我认为应该也不会把事态弄得太大，应该也不会太大。那毕竟大家看到整个中东的国家都全力都要打你一个以色列，就算有北约保你，就算美国保你，这个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啊。老美的战舰那边有啊，跑来跑去，要是哪一天。 他的航空母舰被也门组织，一定不会是伊朗去打他嘛，一定是也门那些什么民兵或者是是恐怖分子去袭击啊，袭击他、啊，然后把他的航母啊弄坏一烧啊，那整个美国可能就就整个就消轰了。他一消轰啊，那以色列就不敢再大声了。那整个中东国家开始全力就往那边攻的话，那以色列可能就很快又要灭国了。 那既然在这种前提之下，那以色列也是要抓一定的一个呃一个空间让给人家啦，不要这么咄咄逼人。毕竟你的土地本来就是本来就是人家给你的嘛，本来就是人家给你的嘛，就你现在欺负人欺负到告港，那老美跟北约也是就是要利用这样的冲突，然后再截取中东的石油利益，然后还可以卖机器给卖武器给中东国家，然后还可以跟沙地阿拉伯收保护费。 其实这都是国际的一个权权力的一个角力斗争了、啊。那我们看一看对台股股市的影响，也是相对来讲会慢慢变小啊。所以我基本上认为，未来再有系统性风险的的机会不太大，不太大。我们必须要承认，八月二号、八月五号，那是真的出现了系统性的风险，但是逻辑上它又不应该要出现。 又又不应该要出现，因为台北股市的经济基本面是其实是够强劲的，而且其实外资在台北股市在七月就已经大卖了，八月那个急杀其实是台股自己是自己断断手断脚的急杀，所以那一个挖了一个坑之后 V 型反转上来，主力大概都自救结束，那接下来就是看谁在在往后的的一个呃这个股市里面，它可以有新的一个成长，涨不够了会继续涨，但如果我看这几年有很多种。 策略操作的逻辑，我当然一一跟大家来讲。我觉得找到其中一项，抓到其中一个，你就有机会翻身逆转那当然现在还是扑朔迷离嘛，因为毕竟指数反弹上来已经谈了三千点，很多股票本来就是来到了相对的一个位置之后，它就要开始进行休息。那这里换股，我觉得会比较有机会。好来，那要买的股票买哪一些？要买未来营收会强劲增长的，下半年要赚赢上半年。你的条件一定是下半年要赚赢上半年。哦，下半年不能只看题材哦，所以。 光通讯，我一直不想不想要再继续切入的原因是在这里啊。不管是细光子里面的一个讯星、KY 或者上全，我都不建议你去买。下半年很难赚赢上半年，尤其你上半年还亏损。唯一可以去看的光通讯，我认为啊，联军还有，但是筹码也乱了，股价也高了，你没有太大的空间赚也赚不多。了不起今年两块到三块，那明年可能是四块到五块，那就看你怎么样去调控它的本益比。那其实有很多本比比它低的嘛。 那永德，我是觉得我之前有跟大家报告过。那来到这个位置，我也不想要再再让再强硬的去推大家去做布局，季线附近是好买点，好、哦，这个是我要先跟大家讲的。再来就是买超跌，股价过分低估，未来有潜力无穷的。主要被低估的，它就会有机会。哦，这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哦 l e d 相关的雷迪克，我认为它还是被强力的低估。哦，像哦被动元件的加邦，它也是强力被低估。啊、哦，我觉得这些个股都还会有机会。 那立志当然也是被低估啊，明年可以赚十七十五块到十七块，十倍本一比现在都太低了吧？好，十倍本一比都太低了，然后买便宜、本本益比超低、高高性价比的，你把这些条件综合起来就会有机会。我今天会有几档股票新提的，新的一个股票跟大家来提。好，那我相信现在啊，还是要有一些股票你要去做留意。三证出局、地雷股的股票有哪一些不能去碰的？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，AI 相关的股票再冲高，你其实在这个礼拜都应该要去做调节。AI 的一些传统的股票，不管是伟创，我也认为高了；微影，我也觉得是高了；光宝科啊，我也觉得是高啊。哦，光大我认为这边也是高了。哦，这一些个股，我希望大家就是尽量不要过度的去参参与了。啊，不管辉达的财报讲多好了，那你实际上你营收就是递延的嘛？营收递延的，那现在未接又是反弹一个那一个相对的一个压力区。 指数在攻的空间很小，我跟大家讲过嘛，上礼拜有提过，指数的空间大概在两万两千五百点这个极限位置上下七百点。那你在两千两万两千五百点这边，你就是要去做多空的一个调整，因为有些股票它能够带带整个指数在攻，那有一些股票它这边还可以继续创高，但有些股票到这里它就是要休息的，啊，要休息正是拉回。那其中很特别很很重要，就是机器人国我认为是要全面拉回了。 除非你是有 E P 的数字在后面撑住的，那可能还会有少数吧维持亮点，因为一这一个产业在回档修正的时候，还是会有股票上去。你想想看，我们过去跟大家来介绍，从去年有讲在介绍过的我们的股票，比方说折叠折叠机里面的轴承，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兆力，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富士达，我们跟大家介绍过新日新。最后还有信景。当前面三个涨最多的兆力，富士达、新日新，在休息的时候，谁在接棒？ 其实是性警接的一个棒嘛，这样你明白我要讲的意思就是，当很多股票在往上攻的时候啊，主流的先攻完之后会有人补涨，那你现在要去找去找那种补涨的、喔，那像这一波的一个设备股，你看大家之前都看哦、喔，这个科 a s 的设备，看红硕，然后看万润，然后看的是谁？看星云，那紧接着大家就来去看什么扇形封装了嘛，跟大家介绍过的新科也大涨了一大段。 那新科也涨了，我们上礼拜还跟大家讲了博成，博成还创新高了之后，它也也就休息。但是呢，有没有人在接棒？我认为还有人在接棒，而且这张股票，我等一下跟大家报告，我觉得真的可以好好去做留意，就是去找这种族群里面啊，基因大涨的，你真的没什么太多机会，因为机器太高了。去找未来可以接棒，然后有机会再持续再往上攻的那个空间才会大。那暴力升级半价专案的这个啊两、哦、倍升算的换股气化的这个专案啊，欢迎大家。 啊，永远来参与，好不好？用比较低的价格来进行参与这一次的一个换股的一个策划。好，那今天重要的新闻嘛，九月降息讯号就是很明显嘛。这我之前跟大家讲，好，这个真的就看包我一句话嘛。那我也跟大家讲，美国这边造逻辑是不会不会怎么样，不会捣乱股价啦。美国要选举，选举是执政党是民主党嘛，那自然是要配合他。好，那这里比较特别哈。 G P 两百十二月要量产，诶，辉达财报一定会好。然后这一次啊，我相信假日期间大家都在看一个东西，叫《黑悟空》嘛，对不对？中国大陆做的一个三年的一个游戏，我有看的，我家里也花很多时间在看这个这款游戏，确实非常做的非常精美啊，做的非常精美。因为冯老师已经很久没有在玩游戏了，哦，但是我看到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有一点哇，我很惊讶，真的很厉害哦。哦，对啊，其实技术力真的很强啊，哦，真的很强。我还,没还是我们还是认为说，人家好，我们要。 我们要认同人家的好，啊，人家不好我们就避开人家不好的，见贤思齐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们做的好也是可以称赞。那在今天里面，大家都在看哇，显卡今天是全面攻涨停，确实它会有一段的一个风潮，但是涨停今天你一定都买不到嘛。不管是汉讯，不管是晨企，不管是立台啊，甚至于是华擎跟维星都攻涨停，这种相对比较中大型有显卡的公司都攻涨停，动力 KY 也涨停，好，只要是显卡今天几乎都涨停了、啊。 那涨停你就你就要去看它有没有机会去接棒前面谁的资金，细光子的资金，又或者是啊这个机器人的资金，机器人也是要避开了啦哈，机器人要避开，刚才有讲过，所以资金就会轮动。那只是今天这个题材在整个这个市场有掀起一股的旋风，显卡有没有继续攻？有，有机会继续攻，但它比较适合短线灵活进出的投资人。你去买，你买了一个小部位，可以拉个十个 percent、十五个 percent，哦爆量的时候赶快退，因为这就是短线的题材。 啊，会不会国内的这一些做显卡的厂商受贿？我认为啦，受贿程度还是很低啦。我认为受贿还是很低，哦，受贿程程度还是很低。但是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题材可以去做哦，做这个表现嘛。那你可以发现最近题材真的轮动很快嘛。上礼拜你还看到什么？特用化学有没有？中华画啦，三氟化啦，还在涨，那随即就就就拉回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又看到啊，重电能源涨了两天。 一爆量，棒就下来，所以现在你要去注意那些爆量之后，低点如果被跌破，那就是一定要先退场。爆量的低点被跌破，就应要先退场。哦，那你再去等到它缩量整理到均线支撑后再去做买进，好不好？来，大熊指数上礼拜五继续创新高，这哦继续往上涨，就马上要创新高。这 V 型反转真的是还是一样啊？看的是解套波啦，再往上走空间不大。 纳斯达克一根长黑之后，又出现一根红 K 棒，照理讲，这个缺口应该有机会来补啊。好，到辉达好财报之前应该有机会。那重要机线没有过嘛？但是这是一个大长黑之后的跳空红 K，所以其实晚上的美股我认为应该还是涨。我认为晚上美股应该还是涨，费半应该还会因为辉达继续往上再攻哦。好，因为辉达这一次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黑悟空的的事件，我听说。 哦，他也他要求所有的的显卡相关的一个供应商，哦相关的呃、哦、这一些通路都要大力的去买广告，所以现在这个升的非常热了、啊，所以我觉得辉达网上还有继续继续攻，哦还有继续攻。那家电指数今天比较可惜嘛，撞击性就就下压，这个是缺口嘛，好、哦、我说过他这个在这边做整理啦，最好的情况就是在二只要二一八零零哦没有破，我们先把这个情境先跟大家讲好哦，这里是前方的支撑区。 这是前方的一个压力区，这个是压力哈、哦，哦，这是压力啊，这是支撑哈、哦，请大家记得，两万一千八百点是一个重要支撑。上礼拜五我本来认为它回来撤嘛，结果它没有撤，它没有撤，它两万二撤了，两万二就守住了，然后今天直接跳空往上涨，但是遇到季线这个反应啊，跟这个缺口还是休息。我认为啦，要让整个市场疯狂，基本上要涨到它什么出量，涨到出量站稳季线。 市场就会觉得没事，那那时候就是准备再压回的位置。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才买股票，在这个时候你就要应该根据个股的表现来去做布局。好、喔，不要等到连涨三天才去买。来，贵买指数其实今天有创短高哦、喔，这里没有啊，这里有。但今天很多的资金趁着今天的一个短高位置，它在在调节，设备股被调节，CPU 也被调节。哦、喔，设备股今天很多股票也都调节嘛，对不对？ 但是我就讲设备很多涨太多了，你不要去追，它压回来去找相关的一个族群里面位置低的。好，来今天一家观点哦，嘉邦立志、黄昌材料现在是我们现在还是持续看好的公司，其中黄昌啊、材料啊，这我等一下要特别讲。黄昌的部分，我认为现在是比较站在中性的角度看的啦。我觉得站在中性的角度跟大家看哈，好，主要是因为今天利多没有涨停，这个很奇怪。好，来。 很多人在讲台新金、星光金跟中光金，我觉得这个乱点鸳鸯嘛，这是这个大家要举轻嘛，对不对？但我跟各位报告，我认为今天应该是你手中如果星光金，应该是在站在卖方的那一边，好，站在卖方的那一边。设备股已经涨多了嘛，那希望系新科、升阳半导体都涨多了。今天特别跟大家来报告太古这档股票，特别跟大家报告太古这档股票，我认为它有机会接棒，因为它题材真的太多。然后嘉和啊，这个是我们之前有操作过的公司。 我刚刚啊，在讲台新金、新光金、中信金这些题材的时候，我认为今天都是卖点啊。应该回来看嘉禾，因为嘉禾也持股新光金哦、喔，哦一万七千九百一十五张，那这里啊，大概可以贡献 EPS 一块五，那本业今年也有一块五，那今年大概加上本业今年大概有三块，现在股价才二字头，我认为把它攻到十倍本一笔，应该是有机会的，市场资金只要轮动过来就会有，而且我认为不会太晚就过来，为什么？ 回答之后，电子股基本上会休息为主。好，那军工股的部分的话，我在今天在啊、呃、有台节目里面有分析过哈，像龙德造船今天是除夕嘛，强力填息哦。周末时候的一个以色列跟伊朗的部分，有一些题材，一起今天一度攻到涨停，但是我必须要讲，最近其实是要公布什么军工的标案呢、啊？啊，这两个应该还是最重要的题材。好，最重要的题材，但是呢，请大家不用过度去做追加，今天只要涨停上来就不用去追加了，好不好？ 来，加空股的威盛跟系统，威盛今天看到一百四哦，看到一百四很可惜。好，大盘相对来讲是开高走低，所以它已经连涨多了。所以先做休息。外资今天可能也是站在获利调节的一方，所以股价才跌、啊。但是啊，它其实快要开临时股东会了哈，快要开临时股东会，可能会有利多消息再发生，所以这个礼拜还是一样看多威盛，还是看到啊系统啊，今天缩量下跌啊，没有关系，技术面已经快要扣底在低了。 哦，它只要一补量就会攻，所以它是放量的时候，放量攻的时候，你可以短线调节；，但它压回缩量的时候，你反而是要在那买房。来，立志，这個、部分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哈，说说过了。它接下来九月份还有一个法说，那主要是它股价位置在这边。那今天谈的位置，我们上礼拜五跟大家来讲说，这个接近到这个位置，基本上还会再攻过去嘛，因为它没有到季线之上，大盘。 上柜股市都在季线，那它接下来营收都有表现的话，它要上。今天其实是被游戏股带动嘛，因为它很多的 A I P C 也是应用在啊、哦，现在新的的这个游戏里面啊、哦，也被这个黑悟空带动了。那只不过今天它不是直接被受贿的显卡，因为它等于是散热的一个相关。那我会认为说，它今天这一根红黑棒其实是好事啊、哦，还是好事。所以我基本上认为啊，我基本上认为它应该是要来季线这边，再去看整个法说，后续法说的一个。 调整，所以你在这里布局一定会有机会啦。你在这个位置布局还是有机会。那你等到它爆量，可不可以爆量、爆量、爆量过季线，或是跳空过季线？你记得一件事情：如果它是跳空越过季线，当天应该要收涨停板。如果跳空越过季线，它没有收涨停板，在季线附近，你也可以做一些适度的调节，因为底下有加码嘛。那底下有加码，那来到季线之上，这里就是盘整区嘛。哦、喔，这里是盘整区，你就可以做调节。 那你来回操作，你会比较有信心。好，那加邦这个是法说开始好吗？今年大概赚八块，明年赚十块今年八块，明年十块，那北比真的很低啊。这就是我在讲的，下半年又要赚的比上半年多。然后法说完是跳空上涨之后，在季线这边做整理。好，那今天其实啊，有冲高来到要补缺口位置，这个会不会补？我认为一定要补的嘛。这是除息缺口哈，这是除息缺口。那补完之后嘞，补完之后嘞，好，补完之后，我认为刚。 看当时候市场气氛怎么样，再来做做调整。可是你看，我们跟大家报告个股，基本上尽管有急跌的这种状况啊，急跌的状况，这个是真的没办法遇到系统性风险但它最终还是怎么样？很快回到相对的高点，今天来到九十六了，对不对？它也从大概七十块走到九十六块了。好，那再往上走的空间还是有的，因为它还没创新高，而且它下半年比较好。那这些都是基本面好的公司，那就是缩量的时候布局嘛，对不对？ 来，材料我们上礼拜有跟大家讲哦、喔、，ETP 它的一个配息会非常好，那营收应该会一路创新高啦。但今天比较不好的现象是，上礼拜尾盘呢、啊，有人去做一个长短线嘛？那今天来到这里放量来，通常我们说底下买进到放量爆量之后要减码，对不对？但我必须跟各位报告，我今天是没有减码的。好，因为我觉得这一段早上冲高这一段哦，来到九百三十块啊，这个是有短线要来去做解套这里的位置。 这是前坡的一个套牢区嘛？前坡的套牢区来到这里，势必是要放量解套。那今天的黑 K 棒，我们就要观察谁？观察外资有没有大卖就好，观察借券有没有增加就好。那你如果是布局在相对相对九百元以下，在基线附近的，我都不认为今天是一定要卖了，因为它的长线目标是，你很难找到下半年赚比上半年多很多的公司，因为它上半年赚了四十四块嘛，将近四十五块。 配息配二十六块，算是还不错，哦，算是还不错。我算起来大概五点八个 percent，可是它下半年有机会赚到多少？有机会赚到将近五十五块，啊，将近五十五块，那就是上半年四十五，下半年五十五，也还不错。而且营收有机会一路创新高到十月，有机会创新高到十月，所以我认为它照基本面来造，因为我们已经持有那么久了，照基本面逻辑来看，我就是要让它怎么样？ 真的反映到它的一个价值，只要电子股的资金不够强的时候，往这边一塞，很快就往上走。我们来看，投信今天有没有开始买进呢？毕竟以它的殖利率来看，相对漂亮啊，五点八的殖利率真的相对漂亮啊，相对漂亮。而且下半年的营收，因为产能新开出来，会一路的一个增加，所以我个人认为，回到一千块以上应该是必须的，创历史新高应该也是可以的。 历史新高在一一千两百六十五块附近，一千两百块一千两百六十五块附近，我认为啊，以它明年可以赚超过一百三十块的一个水准，现在市场上估嘛，明年大概一百三嘛，明年一百三，今年大概接近九十六到一百之间嘛，九十六到一百之间，上元是一百嘛，那下元也只有九十六嘛，那上半年是四十五，那下半年就是五十一嘛，五十一到五十五嘛，对不对？ 那如果你都估得出来，不过股票是这样啊，都估得出来，它再往上攻的力道就不会那么强，没有新鲜感了、啊。但基本面的东西，我认为有这么强的基本面，它应该逻辑上是要再去创新高的，然后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来，黄章是我们上礼拜跟大家来报告的吼，上礼拜二十二号就跟大家來再再特别讲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二十二号讲，二十三号它还跌，哇，这可恶啦！二十二号跟大家讲，然后二十三号还跌哈。 收在六四二，我说这个其实都是买点，因为长虹嘛，就是突破创新高嘛，那拉回长虹震荡整理嘛，那这边是就这边拉回之后就是找买点嘛，因为大量区的上缘在这里，所以这里是超跌段之后攻击上来。那大家看上半年赚了哦，赚了三块六，他上半年他配息配多少？你看大家请注意，上半年配息零点三，股票股利配两块七，那其实我看他的这个。 水准应该是要去涨停创新高，但很可惜，今天冲开高之后呢，开高之后呢，没有办法能够攻住涨停，没办法能够锁住涨停。那量有出来了，但量有出来还是过不去这里，量有出来过不去就是量还不够，没有办法化解这里的套牢区。好，这里是外资大买的长虹，隔天外资开始卖超，然后这里开始有人做做买进的动作，哦，所以这里是一个套牢区。 成交量是一万三，这里是两万多，量不够不容易供，量不够供不了这里，所以它今天的利多没涨停，明天有可能再进行休息整理、哦。那这个我就不建议去大家去去强势追，因为我们上礼拜四、礼拜五的时候，大概是在六十五块附近跟大家来提嘛，六十五块附近跟大家来提嘛啊，六十五块今天攻上来，其实也就是八个 percent 左右、啊、那八个 percent，那对於照于现在的行情，我常讲区间操作可能会比较有利，再加上说黄昌我在周末期间。 看到很多的一个利空消息，是针对于整个银建股的一个利空。虽然它是银造它真的不是银建，但它也容易被银建股的下跌做拖累。好，银建股的下跌做拖累，所以我会比较建议说，这张股票我们其实有获利，我们就怎么样？好，逢高可以做做获利调节，然后转进到相对位置比较低的。来，新冠金的并购案啊，这边今天很多消息在讲，但是我认为中性金基本上你抢清，你不会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啦。技术面也是相对弱势，这个。 应该是站在卖方。如果你有的话，台新金已经来到这个位置，我认为在抢，哦，你用很好的价格抢到，哦，那到底能不能实行？不管怎么样，来到这个位置，我认为是在卖方，哦，你合并之后你还很多东西要再去做整合嘛。星光金居然上礼拜五是开低之后呢，可以拉起来，量有出来换手，今天再换手，但是今天留一个很长上影线，今天绝对是在卖方啊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今天绝对是在卖方，你可以去看哦，嘉和。 在我们之前操作过哈，车用布料嘛，哦，这是特斯拉的一个供应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它都是名牌哦，特斯拉、Jaguar，还有是 l a n e Rover 哈，哦，这个车材车材用布，这个是成长低的啦，啊、呃，成长很高的东西啦，啊、呃，这个是你只要进入到车用相关的认证供应链，基本上你会好三到五年，请记住哦，你切入到车用大概会好三到五年，因为认证要很久嘛，那它其实。 巴黎奥运也带动整个相关纺织业股题材往上走，它也有一些题材，不过巴黎奥运结束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它股价前一段时间冲高之后有拉回休息。那它其实只有新光金一万七千九百一十五张，这个账面价值获利啊，其实贡献的获利蛮多的啦。好，中线获利蛮多的，大概一块五左右哈。好、哦，一块四一块五，特斯拉加奥运的概念，来，这当时候我们跟大家来讲，七月二十三号啦，好，十九块五附近啊，有没有？ 哦，十九块五附近，对不对？来，之后呢，跳空拉涨停，再往上再攻。我有没有说过，爆量就要走，最高二三五，好，二三五，你就是二十块，十九块五到二三五，你赚四块，有没有两成？有啊，啊，爆量要怎么办？跑啊，来，啊，跑了之后就遇到整个大盘也拉回嘛，超跌之后的一个反弹。那超跌之后反弹，我们要，我们之前有别的股票在等嘛，对不对？那最近在进行整理。 哦，今天在在今天，等下大家都在讲这个星光金，那么合并，我们不要去做，人家都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做现在市场上比较少知道的嘉禾啊，其实它上半年赚了零点八，就纺织股来讲赚零点八算不错，而且它主要是来自于车用。好，那又回到了这个整理区嘛，因为它是这里是一个整理区，对不对？大家看得清楚吧？这是前方的压力区嘛，啊，爆量之后压回来，那现在的量这么这么，那你的量那么大，我们走掉了。 我们在这附近又开始准备要准备准备进场布局啊，这是我布局的位置啊，我布局的位置啊，因为它已经有突破嘛，突破拉回来整整理的时候，这是我们的布局区，突破拉回来是我的整理布局区。市场上知道还不多，但这个大量要不要过？大量飞高点嘛？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来提醒，就是以它今年的 EPS 有机会一块五，这边来讲，本一比如果用车用的本一比来看是二十倍，一块五那就是三十块，然后它又有。 相关的获利可以在后面做支持，因为有星光机嘛。假设啦，他把星光机卖掉，好、喔，我假设把星光机卖掉，未来的空间就会有一段的一个空间在往上走，会让它有加分的效果。那以技术面上来看，回到这个整理平台的位阶，突破这个大量区是早跟晚的事而已啊，早跟晚的事，这就等于你这边二十块，这边二十三块五，你大概有十五到二十 percent 是可以预期到它会去做突破的，大概有将近两成空间去突破。 而如果它突破这个两层空间，再加上资金的移转之后呢，请做一个对称哦、喔。这个位置叫十五块，这个位置叫二十三块，哦、喔，大概涨七到八块左右。所以它过二十三块五五，基本上它要挑战三十元，这是我对它的一个看法。北比也相对低，比,比较安全。那今天其实大盘比较没有量的，它的量也不够哦、喔。但是我认为它会有机会啊、喔，我认为它会有机会。哦、喔，大家特别留意，好不好？啊、喔，再来就是开火嘛，中东关系紧张，龙德造船是因为。 哦，除夕嘛，一回基线，再加上前阵子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讲了，要浅见的部分嘛，啊，赖总统也是信赖产业的军工，也是要积极的来做嘛。那一起是我们之前操作过的股票嘛，那你看，凡是爆量一定休息，爆量就一定休息嘛。之前已经跟大家讲过，但他来到这边整理区之后，一直有资金在进行试图要进行拉抬了。那营收还没有出来，基金还向下，这个我不建议大家去追，量不大，量不够大，你只能你你买它就是要买长线。 哦，你就要有很长期的一个经营的理念，但我比较建议是说，他如果在这边等到季线下弯，等到季线真的突破季线之后，再来去做布局，但你可以开始留意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威盛系统，对不对？威盛从当时候的一百零二，跟大家再再提醒，一路涨涨到今天起来一百四哈，一百四，一百四，龙卷在高峰了，那创创了反弹高点之后休息，我不认为他这边就结束了。 哦，这礼拜要开临时股东会嘛？我认为在那之前应该还有利多反弹爆量才会结束，它下一次的爆量才是你的卖点。这里缩量不用卖，缩量不用卖。那系统啊，这个今天有做一个拉回休息，这里我觉得这边都是等待而已啦，这边都是你的布局区。缩量下跌的时候缩量，你就可以就可以布啦，就可以布啦。我认为之前减资完之后，最终这个高点突破就是它的攻击发起线，这里买是相对安全，相对安全。好、哦，那买未来。 营收成长强劲的，买超跌、股价过分低估的，买便宜、本底超低、高低、高性价比的公司哈。来，深圳出局的股票，我跟大家有提过，已经创历史新高，股价在在非常高点的位置的，那营收跟不上来的，不管是 CPU，不管是机器人，或者是有部分的设备股，它再好也不是你买的时候，去找相对位置比较低的个股。那我们趁这个时候来去做一个换股的动作。 我、哦、相信接下来的行情还是会有机会，欢迎大家可以利用这一次的换股计划的这个专案，好、哦、用半价入手，双倍胜算的一个啊、哦、布局，来提供给投资朋友作为一个操作上的参考。今天分享都到这边，预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愉快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 如果您喜欢封路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你的朋友。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 Lite 账号小老鼠 FSB 六八八，你将获得第一手标股的资料。如果你还有任何操作上的问题，欢迎私讯封路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